如果盘点2022年入冬最火鞋履，及膝靴一定名列前茅。不管是日常穿搭还是秀场拍摄，它的出镜频率都非常高。及膝靴指的是长度接近膝盖部位的中长靴，因为长度合宜，在视觉上有拉长拉直腿长的效果，而备受各路时髦精们的宠爱。而且及膝靴款式众多，想要完美搭配，按照穿搭 pick 同路数的单品即可。就像杨子在拍摄胡同风情大片时，系带花衬衣搭配麂皮百褶裙的造型非常有90年代的风情，所以他选择的及膝靴也是军靴改良款，整体看上去年代感满满。周也为时尚杂志拍摄大片的时候，一袭大地色 oversized 大衣内搭复古朱式针织衫，所搭配的及膝靴也是大一码的轮廓，搭配迷离眼妆，极富慵懒气息。关晓彤其实非常适合简约中带点凌厉的装扮，就比如这套 all black 造型，贴身黑色裹身裙搭配裹腿及膝靴，简单至极，却更能凸显她优越的身材高挑，气质冷艳。宋妍霏的如瀑长发装饰于吊带红裙之上，美艳中又带点纯真俏皮，用细跟及膝靴搭配造型，柔媚度刚刚好。一向甜美大方的徐璐也有叛逆时刻，只看抹胸短裙搭配丝绒 chocker 蕾丝手套依旧很复古很公主，但那一双超长铆钉边式的靴子却无情告知着生人勿近。